在文在寅派出特使访美期间，萨德入韩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么您认为接下来韩国新政府将会如何来化解萨德入韩的难题？确实，由于朴槿惠一意孤行将萨德系统引入韩国，使得接任的文在寅政府正面临着世纪性的困惑与难题。其次，面临着朝鲜不断核试与试射导弹带来的安全威胁与韩国民众对于安全渴求的矛盾。那么其二是面临着中美两个大国的压力，部署萨德系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战略利益。但是与此同时，在军事安全问题上韩国需要美国保护，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上又需要中国的帮忙，两边都得罪不起。那么其三是对于要不要部署萨德，韩国内部也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那么从当前的动向来看，面对这几个几乎是难以化解的死结，文在寅似乎还是蛮有政治智慧与政治手腕的，他正准备用技术性的手段来化解这一战略上的难题，用程序正义的方式来化解萨德入韩的结果纷争。具体来讲，就是第一，对萨德用地重新进行环境测评，假如萨德用地过不了环境测评这一个技术性的关卡，那美国的萨德入韩大战略自然就泡汤了。那么第二，重新就萨德入韩事项进行民意测验，让把相关责任推给民众。那么第三，交给国会互助表决，把这个政治与军事争拗大事化小，用法律途径来解决。而在我看来，通过国会表决无疑是文在寅的一招高棋。假如国会表决通过要继续部署萨德，那文在寅就可以用这个表决结果来回应中方的压力，假如通不过就可以用这个结果来堵住美国的嘴。当然了，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国会在做决定，与文在寅本人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在事实上文在寅政府又可以在暗中上下其手，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是韩国国会中最大的一个政党，拥有120席。在此基础上，假如文在寅政府继续游说一些在野党的票数，就足可以通过或者否决萨德入韩的议案。那么除此之外，我认为到时候外围环境，尤其是朝鲜的动向，也会成为影响韩国国会表决这件事情的关键性因素。也就是说，到时候朝鲜是否再度试射导弹，甚至是进行核试，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阻止萨德入韩的大战略。好的，感谢刘慧平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